接待新任驻华大使雅欣，在今天下午4点搭机来我国履新。我国外交部礼宾司长刘邦彦在机场欢迎。现年52岁的雅欣，从1968年才从军中退役，退役的时候是约旦的陆军准将，并且曾经在1959年随同约旦国王胡生到我国来访问过。